桂花是我国的十大珍稀树种之一，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，它适宜温湿润的气候，耐高温而不耐寒，为温带树种。桂花叶茂而常绿，树龄长久，可达千年以上。常见的桂花品种为金桂，大部分皆在秋季开花，花香浓郁而温和，是我国特产的观赏花木和芳香树种。但桂花因其种子少，而且难以获得，嫁接繁殖也不理想，只有用嫩枝扦插育苗效果最佳。扦插繁殖桂花具有取材方便、操作简易、成活率高等优点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桂花的扦插育苗技术。扦插桂花一般适宜在四月至七月进行，其次可以选在九月至十月，此时新梢已经停止生长，枝条含养分较多，同时温度也适宜，扦插后容易生根。扦插前的准备工作，准备工作主要有修整苗床和处理穗材。最适宜扦插桂花的土壤为疏松、深厚、保水力好的微酸性土壤。将选好的地深挖细碎两遍，打散板结的土块，使土壤保持疏松透气，然后将土垒成厚15至20厘米、宽1米的中间略高、两边稍低的脚背型苗床，并在苗床四周挖一条浅沟，铲除苗床上的杂草、落叶、石块等杂物。做好苗床后，还要用1/1000浓度的甲基拖布巾或多菌灵稀释溶解液进行喷洒消毒。喷洒时要洒得均匀，以苗床表层的土全部被浸润为止。消毒后还要给苗床浇足底水，注意一定要浇透，浇到以苗床表面有少量积水为止。一块地可以分多次浇水，以便让土壤充分吸收水分，然后进行苗床封闭。方法是用磨子磨平苗床表面的泥土，磨的时候要一边淋水一边磨，这道工序是为了让表面的泥土密度更高，从而封住苗床土壤内的水分，减缓蒸发，保持土壤湿度。苗床封闭之后，用画线工具在地表画出扦插线，扦插线的间隔以8至10厘米为宜。画好线后，苗床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。扦插桂花的穗材需要从成树上采集，采集时间最好选在晴天的早晨或阴天，干旱天气和雨天不能采集。选择5年以上生长旺盛、无病虫害的植株作为母株，剪取其树冠中上部向阳的当年生半成熟嫩枝作为穗材，
其次是选用成熟的全木质化枝条，细弱的嫩枝不能作为扦插种条使用。将剪下的种条再剪成1至2厘米长一段，顶端保留2片叶子，剪的时候要贴着叶子的顶部剪下，扦插端的剪口要平滑，以方便扦插和愈合生根。将剪好的碎材在1/1000浓度的甲基托布巾或多菌灵稀释溶解液中进行清洗消毒，然后沥去表面的水，晾晒20分钟后即可进行扦插。扦插方法：扦插时，将插条按照画线直接插入苗床的壤土中，扦插深度以把木质枝条完全插入土壤为准，行距为8至10厘米，株距为1至2厘米，每平方米可扦插1000条左右。扦插时最好让插条的叶子向同一方向整齐排列，以免相互遮挡，保证通风透光。扦插后要给小苗浇少量的水，浇水量以淋湿小苗的叶子和地表为准。桂花插条经不起高温、日灼和干燥的刺激，所以扦插后必须及时搭棚。先将竹坯的2端分别插入苗床2侧的土中，插的时候要尽量让竹坯2端保持水平，插入3至5厘米深，80厘米左右插1根即可，拱形高度为50至70厘米。插好后在上面覆盖一层塑料保温膜，盖膜时要尽量展平，将塑料膜的四周用土浅埋于苗床外侧的浅沟中，苗床2端的膜要拉紧并封好口，防止棚内进风，然后再将塑料膜的四周彻底埋入土中，塑料膜上还要覆盖一层遮阳网，以阻挡过强的阳光对小苗的照射。棚搭好后，扦插工作就结束了。育苗期的管理。我国华南地区气候湿润，桂花扦插育苗可以在室外进行。扦插后在晴天应密盖遮阳网，切忌阳光直射，棚内透光控制在30%以内，平时遮阳网要做到2揭2盖，即早上盖、晚上揭、晴天盖、阴雨天揭。我国北方气候干燥寒冷，如果做桂花的扦插育苗，只适宜在温室内进行。扦插后要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30摄氏度，湿度控制在70%至80%。我国华南地区由于棚内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高，所以最容易生长杂草。在扦插1个月以后，需要揭开塑料膜进行除草。注意不要采用除草剂，以免伤及插条新生的幼根，最好用人工手工除草。除草后还要重新搭好保温塑料膜和遮阳网。桂花种条在扦插之后2个月左右
新生根系就会形成。此时一般主根会长到10至15厘米左右，枝条上也会长出2至3层新叶。由于在扦插前已经浇足底水，对苗床地表也做了封闭处理，所以在扦插后2个月的生长期内，基本不需要再对小苗浇水。2个月后，扦插小苗已经成活，就可以出苗了。成苗期的管理，出苗时可以拆除保温塑料膜，并及时给苗床补充水分。浇水的量以打湿叶片和浸润苗床地表为准。浇水后还要覆盖上遮阳网，以防止阳光对小苗的直射。成苗后要让扦插苗在自然温度下再生长1个月，以达到健壮根系和枝杈的作用。此阶段内平均每周给苗床浇水1次，保证表土不干即可，并及时除去杂草，但不需要施肥。在这一阶段需要防止桂花小苗感染叶枯病和红蜘蛛等病虫害，可以用硫磺悬浮剂以1:1000倍稀释后喷洒于叶面和地表，以达到预防的目的。1个月后扦插苗的平均高度为15厘米左右时，